陳志全議員。是，唔該曬主席。跟住落嚟呢，我會就係總目31香港海關呢係發言。咁喺今次我哋呢部分嘅280項修正裏面呢，梁國雄議員係針對海關係提出咗第96項至105項嘅10項修正嘅。咁都係針對海關，包括係薪酬啦同埋部門開支。咁其實海關呢作為一個紀律部隊部門呢，佢嘅全年開支唔算係好大，2014至15年嘅預算呢係 30.566 億，佢比起去年呢係增加咗 2%。 根據當局表示呢，本年度係計劃增加編制138人，以應付呢限奶令同埋新訂立嘅商品說明條例嘅。但係呢，我見到呢喺綱目裏面，首先有一組數字我哋提出呢係有啲可疑，就喺綱領一管制及執法裏面呢，去年2013至14年度個原來預算呢係22億8790萬，但係實質上使咗呢只係21億8450萬。咁比原來預算呢下跌咗 4.5%。 咁呢個係第一個疑點。第二個疑點呢，就係2014至15年嘅預算呢喺管制及執法上面呢只係22億2790萬。相比於2013至14嘅原來預算嗰個22億8790萬呢，都係少咗嘅。其實應該呢，我就覺得海關嘅開支呢是應該按年遞增才對。那梁國雄議員他提出這些削減案呢，我是覺得要支持呢是 有困難。那我亦都一會兒我的發言會解釋。但是為什麼海關會的2014-15 年的預算比2013-14 年的預算原預算呢還會是下跌了 2.6% 呢？這個是很難去理解。首先我第一部分是講關於水貨的問題。梁國雄議員要求削減香港海關人員全年薪酬，我是覺得真的 很難支持他，因為現在香港人非常關心大陸人走水貨的問題，走奶粉的問題，即是每個星期仍然有這些走水貨的新聞是上報、見報，雖然已經不算是什麼大新聞。好似上星期就有呢海關喺新界北區展開打擊非法出口奶粉活動，拘捕呢係檢獲約126公斤嘅奶粉，總值係3萬元，拘捕兩男兩女係涉嫌操控水貨客走私配方粉。咁其實呢個限奶令，即係你大家知道我係非常支持限奶令呢個政策嘅，設令就真係唔使諗啊，因為真係就算你有限奶令呢，那些走水貨的人都繼續呢是即涉而不捨，挺而走險咁去犯法。咁我記得當其時初初引入限奶令的時候呢，海關人員曾經真係出現了一些亂子，因為他哋忽然間多了一個職責要做啦，咁嗰陣時個法例又未真正即寫得好清楚，所以曾經試過擺烏龍，就係將人哋嗰啲米粉米糊呢就當奶粉咁樣去呢即捉人哋。咁後來都已經係道咗歉。事實上呢，早喺今年一月呢，海軍已經公布去年年底共破獲呢係4300宗違反限奶令攜帶大量奶粉出境嘅個案，涉及呢係 3.3 萬公斤嘅奶粉。當中呢係喺羅湖啊、落馬洲口岸呢被捕嘅個案呢係佔咗九成。如果計嗱，我而家大家知唔知一罐奶粉幾重呢？一罐奶粉就900克，即係涉及呢36000罐奶粉。其實呢而家啲水貨客呢都已經改變咗策略㗎啦。咁每人呢就帶12至16罐，佢就睇準海關人員交更或者呢收關嘅時候呢就闖關，咁佢哋演技都係越嚟越好嘅。咁呢啲案件呢顯示呢香港有一條龍嘅形式運作走私奶粉集團，即係仍然喺度運作。
如果削減海關人手，缺乏海關人員在關口把關，我害怕香港有可能會再出現奶粉荒，因此削去香港海關人員全年薪酬確是很難去支持梁國雄議員這一條是第96的修正案。其實海關在打擊水貨活動方面雖然有他的努力，但是就沒有什麼具體計劃的。我引述一個簡例，就是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是有議員問到究竟政府有什麼計劃加強打擊水貨呢，海關的答案呢就是說深港兩地呢自2012年9月起呢就很多那些叫聯合打擊活動啦，咁取得實質成果，在2014、15年呢就會繼續透過交換情報、現場通報、加強抽查、秩序治理等方法呢是確保各邊境管制區的運作。我懷疑可能梁國雄議員呢就見到海關的答案是那麼即是空泛，亦都量度不到他的行功量值，量度不到他的成效，所以呢就入了這十條呢是削減海關的開支的修正案呢，就是可能是給點壓力海關。我們明白的，即是海關這樣答呢，明顯他是未注意到水貨客近年呢已經轉型扮成旅客，以細胞細胞的方法呢走水貨，其實大家落去上水那邊看一下就知道了。咁呢是改變佢嘅營運模式。早前呢就喺鐵路站附近做呢個分貨啦、散貨啦，跟住又進入上水一帶嘅工業大廈同埋住宅單位。就此呢執法部門呢係真係要加強人手同埋要有對策呢先至能夠係配合得到嘅。好似上月初呢入境處聯同警務處就同埋海關啦，喺上水展開呢個封沙行動，反非法勞工聯合行動，咁就喺新界北嘅一啲地方咧，就拘捕咗30多个涉嫌係從事水貨活動，而且違反逗留條件嘅內地旅客。咁咧就睇到啦，即係人贓並獲，睇到佢哋嗰啲而家啲模式啊，啲貨品最熱門係乜嘢啦？咁好多大家都知嘅，奶粉、尿片、紅酒、食品、化妝品、日用品、汽車零件啊，同埋顯示咧唔係大家話咩係散丁游泳，而係咧係有集團式操控嘅啊，而且我哋成日話嗰啲一簽多行啊、自由行政策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啊，即係入境處當然佢要打擊就係嗰啲違反逗留條件未經入境處許可即係逗留喺度做非法勞工參與呢個水貨活動噶啦，咁。封沙行動的而且確是達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單靠入境處和警務處這些行動都不能夠確保水貨活動可以被壓止，所以我覺得海關應該在這個範疇上面是要加強它的投入人力和策略。另外呢，我想提醒呢，就是我哋其實我自己都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嗰度呢係提問過，就係問當局過去三年有幾多宗內地遊客喺香港違反出入境物品限制數目啊。咁睇返嚟嘅數字呢，就係2013年呢就3253名，即係捉到嘅。2012年呢就819名。2011年就819名 ,2012 年就842名。咁睇到喎，睇到個數字好清晰，足足係多咗近四倍喎 ,819,842, 跟住係3253喎。所以我就唔知道上次呢我哋保安事務委員會去落馬洲嗰度同阿建啊入境處處長嘅時候，佢就話呢而家就冇內地人走水貨，佢話而家九成都係香港人，咁佢係口噏嘅啫。我又唔信奉佢，正確係只有一成係內地人走水貨，咁我唔知佢點樣去取樣去計到出嚟。如果係咁，因為香港人就唔係香港人翻貨大陸就大陸捉嘅啫，我哋香港海關就唔使捉嘅啫。海關對於上述頭先我講嗰度喺預算案嗰度咧，我哋睇唔到佢有啲咩具體要增加撥款。我頭先話。那個現象就是竟然仲係比
2013-14 年是減了 2.6%， 梁國雄議員回來了，我就是說 我是很難支持你96至105要削減海關的整體撥款和各個細分目的撥款，但是我又懷疑你是否因為見到海關他沒有一些對策，沒有一些政策去打擊這些違禁品出入境的違反出入境條例的貨品，所以出此下策，又是那種不理了，一劃這樣削曬佢呢。好啦，水貨呢度我講住咁多先。不過大家其實唔明白，有時未必知道海關嘅職責呢係唔單止係話即係係官員負責嘅，即係其實佢有五大範疇職責，我要簡介。頭先講嘅管制及執法啦，仲有緝毒啦，其實緝毒都係海關嘅政策嚟嘅。第三就係保護知識產權同埋消費者權益。這個呢，我稍後看看這節還有沒有時間，我就會去講，就是海關要增加整體撥款，就是因為個新的商品說明條例是通過了之後呢，他們的工作量呢亦都是大增。第四呢，就是保護稅收及徵保護稅收及徵收稅項。這個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講什麼，其實其中就是煙稅，就是啦，我們剛剛已經通過了，即是剛剛法案委員會就沒什麼意見啦，應該都會通過那個煙稅。但你加煙稅去打擊煙呢，如果你在海關上面緝私煙，增加資源呢，最後大家知道的結果啦，就是大家買私煙，就益了一些私煙，就大家不會吃少了煙的。所以這個綱領四，保障稅收及徵收稅項呢，其中這一樣呢都是海關重要職務。綱領五呢，就是貿易管制，那這個不詳細講。講返綱領三嗰個保護知識產權及消費者權益，因應新修訂嘅商品說明條例，其實係舊年7月19號係正式生效嘅。咁咧，海關咧係接到2360宗相關嘅投訴，2013年啊，接到2360宗相關投訴，較咧2012年不足600宗咧，係升咗3倍。咁海關都承認咧，呢個情況咧係非常之驚人，即係個增加量係非常之驚人啊！而呢2360宗咧，其中有 85% 咧都係新例生效之後接獲嘅，即係喺7月19號之後接獲嘅。主要包括貨品，我簡介一些，就是水果食品、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健康美容產品、中藥材。因為這個新的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呢，就將那個法例的權限擴展了，大家知道，就不單止是商品，服務方面呢都是的。海關呢是要管這些，如果你現在投訴這些服務呢，都是去海關的。即是譬如旅遊啊、美容美髮啊、教育啊、健身啊、投資財務啊，咁呢啲貨品同服務投訴比例呢，而家都仲係以貨品為主為多，就係3:1。整體檢控嘅數字呢有55宗，全部都係新例生效之前嘅案件。新例生效之後呢，而家就仲未有統計。咁有6至7宗而家係徵求律政司嘅意見考慮作出檢控。所以呢，我希望如果梁國雄議員要我哋支持你是96至105有關海關削減開支的分目呢，就請你去即係要用理由說服我啦。我剛才就已經帶出水貨問題同埋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是令到海關的工作呢是提升了很多，而如果再要削減他的開支或者削減部門員工的薪酬，令到人手是減少呢，我相信呢我們工作壓力會更加大，同埋在這兩個範疇的成效呢會更加低。咁希望梁國雄議員是考慮，同埋如果他有更強烈的理由呢，請他回覆。本人謹此陳辭。